town roller coaster, right? 안전벨트는 없어, 난 그냥 내 옆자리면 돼. 멈추지 마, baby, don't keep my vibe. 이대로 가, 지금 좋으니까.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그대로 날 따라와. Yeah, ah, yeah, yeah. 不是我什么迟到很准时好不好，我3:35过来开的时候，这个就是直播机在升级，我这没有办法，才一分钟，要算的这么清楚吗你们？啊，这都要算的这么清楚啊，就自己人呢、啊、就自己人还算的这么清楚的，不要告诉我什么亲兄弟明算账哦。晚上好，什么东西，有什么好消息啊，有什么好消息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录了，哎，记得的哈，记得的。有什么好消息呀、啊、要我看私信吗？谁呀？偶遇爸妈的橘子，有吗？有什么偶遇吗？有是真的还是做梦啊？啊，是真的还是做梦？拍了照吗？有拍了照吗？在四川吗？这是在成都的话正常哎。在成都正常哦，哎，我跟你们讲，在成都，步行街啊，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的话，偶遇是正常的哦，偶遇是正常的哦，就这两天狂购物哎，这两天狂购物哦，我知道啊，我说成都，你们要去这两天要，明天不行了，你明天你爸要去工作了。我前两天就是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不也跟你们说了吗，说这两天绿豆汤在放假呀，绿豆汤在放假，这两天就是这两天在他们两个在血拼呢、啊、他们两个在血拼呢、啊、你们这个要去讲真的去商场都能遇到了，不用说一定要去到他们家那边区，去成都那边的那个广场，那边的那个购物广场啊，还有步行街这些地方是能遇得到的。敢去的，真的去的，这两个，真的去的。你们现在再去偶遇不行了呀！我前两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你妈去成都那个时候都已经跟你们说了，你妈去成都那个时候，她什么时候去的成都也跟你们说了，自己不去偶遇跟我有什么关系？自己就你们自己心塞吧啊，自己真的心塞吧。对啊，前两天说
之前他去那边的时候，我说了，那没人当真，那我就拉倒了，是吧？哦，没人当真，那我就拉倒了。然后我说他这两天说绿豆汤在放假，在放假的话，那就是说明是他们两个要去逛街，要去玩什么之类的。那都已经这么跟你们说了，你就是在成都的人没偶遇到啊，我们在外地就算了，在成都的不去偶遇，那随便你们了，是吧？拉倒嘞。晚上好，晚上好。成都很正常啊，四川啊，成都那边很多啊，很正常啊。所以他们两个去逛街有什么区别吗？因为在成都那边的话，他的那个同性很多嘛，同性很多，所以大家也并不会在意两个男生逛街的问题。你这要是在我们广东这边的话，那分分钟把你围观了，是吧？哦，所以你在成都那边他很多的，所以他看到两个男的逛街是人家是不会有给太大的注意的，所以他们两个去逛街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看像他们去三亚这种地方啊，或者去海南的这种地方，除了去那些旅游区，他们还敢去哪里啊？不敢的呀，哎，真的是。没有哦，那也高的也蛮多的好吗？就是在那边的话，那些就是一对一对那些 gay 啊，也身高也很高的好不好？哎，真的是不要小看人啦。你戴口罩戴个帽子，你要高颜值，你看哪里啊？你除了看那个屁股跟那个身材，你从哪里认？我问你，你从哪里认？人家戴口罩戴帽子的，哎。你除了看身材跟那屁股，我能认得出来。你看，你能见到人家就喊帅哥啊，真的是。你现在想偶遇也不行了呀，你爸明天要上班呐、啊。对啊，你这你妈你爸明天要上班了，你现在想偶遇也不行了呀。我不锤啊，我也不说什么的，我只是告诉你们，在四川那边，现在在成都那边偶遇到你爸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别人有没有遇到我跟我没有关系，好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帮人家打配合或是干嘛的啊。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有人偶遇到的话，是正常的，我只能这么说。他录什么节目我哪知道去啊，我又不关心。你爸的行程还是你们告诉我的，来问我又录什么节目，我上哪知道去？我又不问，我又没这种消息，真的是。你很红的明星要怎么防止别人认出来？你只要不要带一堆保镖就行了，也不要带一堆助理就行了。你那搞得自己那么与众不同，一堆人逛个街像个皇帝游街一样，他妈不注意你注意谁哦？那你自己要是很淡定的一个人的话，又戴个口罩，很难认出来的好吗？就像我跟你们讲一个特无语的，就是像华晨宇够红吧？你天天戴个口罩，穿个拖鞋邋里邋遢出去逛街，你不一样没认得出来，真的是。你这不要带一群保镖，而是带一群助理，像个皇帝游街一样，谁认得出你哦？你贴什么假胡子，戴什么假发，这种类型的，讲道理，你这非得搞自己的那么与众不同干嘛？你戴个帽子，戴个口罩就行了，穿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谁看你啊？是的哇，花花就是这个样子啊，花花真的去逛街时什么的。也会被人家偶遇啊，也会被人家偶遇。但是如果说是他不脱口罩，也是难认得出来的。就穿一件就很休闲的衣服，很休闲的衣服，你出来拎个手机那逛街，那谁神经病老是去瞄你的脸，是不是？你去吃东西，你把口罩摘下来，人家只是觉得你像，但是气质确实是不一样，确实是好看很多，所以人家会忍不住盯着你问。但是像你爸妈这种，讲道理啊。如果说旁边也有很多这种一对一对的那种类型的话，他们两个确实是身高方面、气质方面可能会比较吸引人。但是讲道理啊，就是穿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下来，就只剩下一双眼睛了，你还能认得出来？我也是，我也觉得你不去，你这双眼睛不去做这个 X 光的一个仪器，我也觉得是可惜，真的。你这 X 光算了，真的，你投身做 X 光算了。对呀、啊，你就一个正常出门，你像个正常人一样，谁看你？
那不然逛个街带五六个助理去给你拎东西，一群保镖在你的护着，他妈想不看见你都难。做作，怎么这么做作，是不是？我是真的觉得这些有些出去逛街的一些明星是，我就真的很做作。不是，他现在是疫情原因。我跟你讲，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出来戴个口罩还戴个帽子的时候，人家会多看你两眼，也会觉得真的有病的。天气这么热，是吧？哦，天气这么热。但是呢，现在疫情的情况里头，你不戴口罩，人家还觉得你有病呢，是不是？还投诉你嘞，是不是？你不戴口罩，你去哪里你都被人家那种异样的眼神看你。你现在戴口罩反而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所以他们两个要低调逛街，这不很正常吗？现在戴口罩就才是正常人，你不戴口罩，人家觉得你神经病。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是你戴口罩，人家觉得你是神经病，人家肯定会多看你几眼。那现在大家都戴口罩，你就是光两眼，你能认得出来？你认得出来，你也不敢认，好吧？你认得出来，你也不敢喊，你顶多会，哎，怎么这么像呢？对呀，不就站在那边？同性很多嘛，一对一对的嘛，去逛街是很正常啊。对啊，逛街是很正常啊。你们那边不戴口罩，我只能说你们疫情很好啊。我在广东这边疫情也不怎么严重啊，但是出门是必戴口罩的。什么？遇到了正常，遇不到也正常。我不帮人家锤什么东西，他遇不遇到跟我也没关系，有没有遇到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只是说这两天遇到你爸妈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去逛街了，他们去约会了。有人看到说宇宙戴傻帽是谣言吧，我哪知道啊，但是我知道你现在你宇宙在哪里啊，你宇宙从上海解封了以后回江西一段时间了呀。啊，你宇宙之前是被困在上海的啊，解封了以后他已经回那个回江西一段时间了。人家也要陪家，没人陪家人，陪女朋友什么之类的呀，戴什么傻帽？你哪知道什么时候的照片呢？我也不懂。就是遇得到正常，遇不到也正常，跟我都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两天能遇到他们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他们真的去逛街了，懂吧？什么呀，女朋友在上海，江西在老家啊，解封了以后也肯定要回去看家人呐。对啊，回江西以后也要隔离几天才能放出来，他妈江西那边疫情也不好。水桶塌房了没有啊？我从开播的第一天水桶就塌房了呀，我从4月15第一次直播水桶就塌房了呀。我们直播间有个余翔女朋友，也有几个水桶姐姐，是真情实感的水桶姐姐，也发私信给我，说塌房了，心塞的不行的。我们直播间就有个余翔女朋友，是我们观众，我们老观众了，我天天塌的房。真的，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老观众，从4月15就跟着我很久了，时间很久了，然后。跟就名字就叫余翔女朋友 ID 啊，哦，你看他来了，他说在呢，你看到没有？余翔女朋友他在呢，你看出来打招呼了。他从跟我直播第一天我就他房了。你哪知道什么时候的照片？你不可能是今年的呀。出现了是吧？
真的，他你问他喽，他来我直播间的第一天就被我塌了房了呀，扎心的要死。对啊，然后也一直坚持跟着直播的，他也坚持跟直播的，真的天天基本上他只要我直播他都在，鱼翔女朋友啊，我老观众了。你哪知道什么时候照片呢，是真是假呢，都没有出来是不是，哎，每天都预警地震仪吗，每天都预警，你等他出来了再讲咯是不是，都没看到呢，你真的一天到晚的预警。是不，我都说了是地震仪嘛，真的一天到晚预警，这天气预报表都没那么准，是不是？那像我们广东天气说变就变，那天气预报简直就是摆设。对啊，简直就是摆设。它比我们的那个广东的天气还不靠谱，是吧？那种什么预警，比我们广东的天气还不靠谱，说变就变的那一种的。那你等它下一秒，它下大雨再讲喽。我们广东的天气啊，我跟你讲，我们广东的雨特别特别人性化。你上班的时候它一定下，你然后你到公司到工厂了以后它就不下了，然后你下班的时候它一定下。对，广东的那个大雨，它下雨就这么操蛋。真的，我跟你讲，广东的雨就是看人下饭的。你上班跟下班它一定下，然后你上班的时候都绝对不下。你中午好不容易去吃饭的时候，它中午就给你下，只要是你大家正常出门的这个时间，它一定下。然后你不出门的时候，它就不下，真的超级人性化。就关键是它下的时候也不是下那种，就是蒙蒙小雨，它是那种又刮风，那个雨粒像个什么小拇指头这么大，啪啪啪的这么大颗。关键是它下了以后还刮风，呜呜呜的。对啊。然后你说它是南风天嘛，你说这是回南风嘛，好像也没有看见家里面有很潮，但是你说它不潮嘛，毕竟是下雨天是吧，反正就难受的不行，就感觉哪里都有股霉味。是的哦，真的，我觉得广东的那雨真他妈看人下饭。早上出去八点多你出门那个时候，他一定给你下到九点钟去。讲道理，就算是工厂上班哦，就算是工厂的早班，八点也是八点的班，他怎么地都是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呢？是七点到八到九点这两个钟肯定是上班高峰期，但是他就在这上班高峰期下两个钟，然后等你去到公司里了，他就不下了，然后你准备去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就下一点点。你吃完饭以后他就不下的，然后你准备下班了，他五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到七点他一定下。对啊，已经一个多星期都这样子了，所以我现在出门雨伞这种东西必备。对啊，下去吃饭也是雨伞，你不管下不下雨都要拎着，保值，绝对是童叟无欺。对啊，就这些人跟广东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这种预警哎，你他们第一次翻车吗？我很想问那种做预警的人，第一次翻车吗？妈的，天天翻车，就是天天翻车，经常翻车，就不是都挺爱台的吗？不是说翻车就台吗？我看到天天在那预警啊，不都翻车了吗？也没见你有台啊，真的是台姐们啊，轿子空了这么久了，抬一下别人喽，是吧？那我都不做预警的，老抬我这种不做预警的人干嘛嘞？是吧？我都不做预警，老是抬我，他们这种做预警的天天翻车也没见抬，真的是。哎，讲道理，我真的觉得剪了这个短发以后真的好酷，关键是洗头发又觉得很爽。我现在我的头发干的好快，我刚刚洗运动回来，洗完澡，然后要敷面膜之类的，然后我这个头发洗着洗着，现在戴上耳麦的时候准备干了。真的是，对啊，呀，怎么这么闲哦？吼，怎么这么闲？怎么这么闲？是不是？真的是。讲了一个，我剪了快一个月了哦。对啊，我的口头禅就是，呀呦，讲道理，说实话，摸良心。对，我自己的口头禅我也知道，但是说话的时候
脱口而出的，你控制不住是吧？这说话习惯，是吧？我又不学播音系的，我又没有他们的有口播的那个罚款，是吧？他们带了口头禅罚款这种类型的，头发肯定立很干练，那肯定干练啊，但是就是有点消耗那个什么，消耗那个定型。那个定型喷雾跟那个发蜡，因为每一天都梳得油光瓦亮的。啊，对啊，天天预警，那个天天翻车，有就有了，是不是？有，那就是预警的时候发生了。你看吧，我就说了，一定会这个样子了。然后翻车了以后，那不没有不是好事吗？我靠，好的坏的全让你说完了，那你少给我预警点不行哦。是啊，是吧？你少给我预警一点不行哦。你直播的时候也聊一下生活喽，聊一下身边的人呐、啊，聊一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呢，不挺好的吗？你天天预警的话，你做直播的时候，难道天天都在预警吗？我都很想问他们直播内容啊，我很想问那些人的直播内容，他们每次直播在讲什么呀？对，就是剪短发是会上瘾的。我反正我剪了一个月以后，我很香，我真香。我以后估计都会留短发。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们讲，我以前长头发的时候啊，就是运动回来啊。你要知道，就是长头发的人的话，你天天洗头是不好的，知道吗？就一个就是隔一天洗一次。以前长头发的时候是隔一天洗一次。你就算是你有点染发，它也是有点小油的那种的哦，有点小油。因为你染了发，或者是你垫一下它的话，你要保养嘛，它难免会有点油，它难免是会有点油的。然后那个你去运动去跑步什么类型的，它一定出汗的时候，它头发是湿的呀哦，它头发是湿的。然后你运动回来了以后，你去冲凉，这头发洗也不是，不洗也不是，你这个头发你不洗吧哦，你不洗的话，你第二天真的有点馊，是吧？就是它有点馊了。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不洗了，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总觉得头难受，知道吗？就特别运动的人爱出汗的哦，就头难受。然后后面我现在剪短发了以后，我觉得我头发一丝它短，就是我感觉我的发梢都在滴汗。就我的发梢都在滴汗，我运动的时候出汗了哦，然后我觉得我浑身都在出汗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头发都在滴汗的。回来的时候冲凉的时候就直接洗头发就可以了，短嘛。哦，我不会早上洗头，真的早上洗头发这对身体不好。我也不早上洗澡，早上洗澡对身体也不好。但是你跑步回来啊。我是晚上洗的，知道吗？就是跑步回来的时候拿那个湿毛巾啊，哦，就湿毛巾在头发乱薅一通就可以了。早上回来跑步回来出汗一定洗的，但是我不洗头发，我不洗头。你洗澡是没有事的，因为你去跑步嘛，那个肯定是要洗的，不然真的浑身都是臭汗。但是头发不要洗，就对头不好，头皮不好。我基本上都是用湿毛巾，就是抓到头发使劲的薅一下，然后它那个它就是属于那种半干湿状态，就是去汗嘛哦。晚上回来的时候再就，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擦的半湿状态以后，我要做定型嘛哦。给头发做定型啊，做完定型，你晚上回来之后，你头发那个一根根的硬邦邦的，你肯定要洗呀、啊。少洗啦，少洗，真的剪短发。没有，是早上跑，就是早上跑步跟晚上跑步都是一样的，只是早上跑步的时候空气会好一点。然后没了。你也是晚上洗头发是啊？对，晚上洗。录播了哦，我有录了。啊，对啊，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说他们那些狱警姐他们直播内容讲什么啊？耽改剧又能播了吗？没听说啊，哪一部戏要上啊？啊，这么猛吗、啊？哪一部戏要上啊？可以直接把名字给打出来啊！哪一部戏都要上了，好，听都没听说过，我没听说刚单买单改剧开放了哦。你们没有人去听过啊？那没人去听过就拉倒了。我还以为我说有人去听过的话，看一下他们讲的，他们讲内容讲什么啊？讲什么？
难不成天天预警的话，就是天天的直播内容都在预警吗？这不累死人呐、啊！风什么针锋对决？针锋对决是，或者是什么万花死亡万花筒？我没死亡万花筒，死亡万花筒是一本很好的小说，什么时候改编的？我怎么不知道？等下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什么热搜看到的，我瞄一眼新闻啊。哎，我跟你们讲个很无语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微博号，因为很久不发微信或是干嘛的，我什么时候被封禁了我也不知道，我好像也有180天的套餐了，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封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不评论也不关注，我只是用手机去看看消息而已，好像封号了以后也不影响我看新闻嘛，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进局子了。人家的热搜是说死亡万花筒的影视化拍归拍呗，能不能上是回就是一回事哦。是小说上了，说他影视化上了没有？哎，人家有钱你就让他投呗，你指不定哪一天那个耽改剧又回来呢，但是目前不太可能啊，不是是不是水的问题啊，随便他影视化呀，反正这两三年是不可能的。死亡万花筒的那个小说，如果说是按照里面的内容拍，也过不了审嘞。什么？就是我，因为我自己这个号，我都很少用来发微博，也很少什么的，我一般只点赞，知道吗？你们也知道，就是有时候我进去看你爸发微信了，或者是华晨宇啊他们这些有发微信，或者是 UJI 他们发，简直好他们发微信的，我就会去，我不是发微博了，我就会去点赞，好像他点赞不受限，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居然被禁言了，知道吗？我居然被禁言了，然后很无奈的一个事情，我之前不是有跟你们说过，我有两个微博号嘛，我现在常用的那个是快十二年的那个历史的，十二年的那个微博号了。说禁就禁的，我还有一个是十年的小号，十年的居然是小号，就是那个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说我有一个号是帮你爸妈洗广场洗烂了吗？啊，他妈那个没有，反而是那个没有被禁言，我是觉得好无语啊，没有啊，那个没有被禁言哦，真的，就是这个我反而是比较生活化看新闻的，这个被禁言了。然后那个用来洗广场的那个号居然没被禁言，对啊，我也是喜提180的。如果说是我被禁言的这个号去给你爸留言的话，如果说是能在他刚发微博的时候我就去发的话，我跟你讲绝对空降前十，我这个号的权重。对，我什么时候被禁言的我都不知道，是我们房管上微博的时候，他说他要修正一下关注，问我要一下那个微博的 ID， 我说你之前也没关注我呀，他说没有关系啊，他上去关注一下我嘛哦，然后我把我 ID 给他了，他上去他说姐你怎么进局子了，我说什么时候的事情，他说不知道哎，我一上去哎真的好像进局子了。不是，这是进不进，好像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因为还可以点赞，知道吧？主要是还可以点赞，因为我本身就懒得发，然后我懒得发微博，然后我也懒得评论，我真的我就只是点赞而已，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我的号没事，知道吗？其实被关了，这什么时候被关了我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我真的是一个合格的粉丝了，好不好？是不是？我现在是一个很合格粉丝。
啊，下次再也不要抬我了啊，下次再也不要说我不合格或是干嘛的啊，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合格的橘子皮了啊，不是哦，是三蛋蛋。对啊，我也加入女团了，不好意思啊，我灵魂歌姬嘛，我灵魂歌姬，没有啊，我是很黄的啦，但是我是三蛋蛋，啊，我各方面的气质都很符合三蛋蛋，虽然说我的内里是黄的，但是我还是个三蛋蛋，那谁让我的表皮是一个知性姐姐嘞？我懒得查了，他们说还要什么发什么东西七七八八的才知道自己要被禁多久，我说拉倒吧，反正也不懒得发东西，是不是？还能去点赞，还能去看微博，哎呀，他禁不禁好像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影响我生活，是不是？真的就对啊，我被禁了呀，我被禁言了呀，就真的我已经被禁言了，但是好像一点都不影响我，所以我才一直都不知道我被禁言的。真的，反正我也上去我也只是点赞，我看新闻好像也不影响我，所以好像禁不禁对我来说无伤大雅。阿虾，你错判了我是真的无所谓。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广场啊，哎呀，谁还不是第一次了。嗯，是吧？我是双黄蛋是吧？啾咕蛋，我是啾咕蛋是吧？蛋小黄就是蛋小黄多，哈哈，哎，真的是。哪里？等一下哦，我看一下，他们之前好像你私信发东西给我。哎，说没有办法发图的 V 大仔，我不是回你信息了吗？又有发给我，他说据说宇宙会戴帽子出现，对我来说无所谓，任何人穿不穿戴不戴，因为潮牌无论品质还是款式性价比不高，不是我的菜，销售目标不包括我这类人群，但宇宙的出现也会击溃一部分人最后心理防线，看到首页的人预警一下，不用预警了啊，不用预警，你们直接搬啊，直接搬我这里好不好，就直接搬我这里。塌房姐说我宇宙以之前的时候是在上海，隔离出来了以后就回江西那边的，又隔离了一下，回去陪家人去了啊，没有空给他戴那个傻帽，啊，没有空给他戴个傻帽，啊，你就直接说是你们塌房姐说的，对啊，抬吧，抬个屁，说真是真哈，真的说真是真，爱信不信。但我拍拍胸口，猛地告诉你是真的。几点开始啊？八点半开始啊？我们现在晚上直播都八点半开始的呀，要运动啊。我有录屏了啊，我有录播了啊。对呀、啊，你哎，讲道理哦，我觉得是虽然说你们缺德，但是我觉得有道理的，你知道那傻帽的大号就是类型的，讲道理，给你宇宙戴的话，跟真的要定制的，知道吗？你宇宙那个头是真的大。真的，让小雨去录一下呗。你们这些人太缺德了，鸡汤也能缺德，怎么这么黄呢？V 大仔，你们自己反省一下哦，怎么这可以这么黄哈？这个鸡汤也能想那么多，
哇，你们是真的好黄啊！哎，吴一大仔，哎，你们这个是在微信群里面聊天吗？你们个个都这么黄吗？太黄了，你们这帮人，这鸡汤也能，这也能拐弯抹角的黄，真不是我缺德。你宇宙的那个头围是，我感觉跟那个雷佳音有的一拼了、啊，真的。就女救的那个头围啊，真的跟雷佳音有的一拼的。我不是人身攻击啊，我为了端水，我再攻击一下你爸的屁股，好不好？就是我为了端水，就是我对不起你阿爸啊，我对不起你俊俊，就是我攻击了那个小雨的头围，为了表示平衡啊，平衡我再攻击一下你的屁股，这我再攻击一下你的屁股，你太平了。OK， 我攻击完你爸了以后，再继续说一下你宇宙。我感觉你宇宙那头是真的跟雷佳音那边有的比的，真的是又高嘛，他人本身就有点壮，真的，你那傻帽给他戴，真的要那个，要定制哦，真的。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照片出来这，哎，不是讲我不是说真有没有这回事啊，我是真的觉得没必要再预警这些什么让人家烦躁的事情，他真有的出来看不就行了吗？大把刑侦是吧？我们家好多人的什么 PS 的技术的，分分钟把那个刑侦了。哎呀，你等出来了再讲了，天天预警。就是最关键是，哎，你不觉得这个顺序有点本末倒置吗？没有，不觉得这个顺序有点本末倒置吗？那不是谢大妈一直在那里强装你妈？哎，讲道理啊，就把你妈那个假人什么首饰啊、什么衣服、裤子啊、帽子啊，全他妈都带出境了，都已经在意识上面已经公布成那个样子的，该不信的还不让不信。那我这本都已经冒充本人出来了，那小雨出现了以后，到底碍着你什么事了？知道吗？就感觉那种就是，哪怕是小雨真出来的那种波动感啊，还没有一个广东下雨让我觉得烦躁。是不是？就是我是觉得真的很无语，你等发生了再讲咯，行不行哦？是不是？你等发生了再讲咯。就是啊，就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它本末倒置吗？哎，你们真的是，你们这么一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逻辑是真的有点本末倒置。对啊，你搞了好像最后压轴的是小雨，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压轴的是小雨，哎，真的是我小雨现在位置这么高的吗？你把我路飞放在何地？是不是？就是啊，就是不是有什么茶店可乐在那里秀带什么项链的吗？那是不是也要秀一下我路飞？是不是？下次拍我们家路飞带你那傻帽啊，还是带你那些傻链的时候啊，能不能把它鸡耶？就是正面拍一张，就是让我们无懈可击。对啊，是不是？哎，真的耶！你看你冒充你妈的那个人在水母，就水母阿母他们那边的时候，是真真正正的正主哦。哎，是不是？哎，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你飞哥假冒过，但是你飞哥没带货啊！你飞哥没带货呀，是吧？哎，真的是，你想想看哦，那个冒充那个什么三尖，他不就是在阿姆他们心里面是正主吗？妈呀，正主已经全套出现了哦，帽子、傻链、衣服、什么T 恤、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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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饰这些东西，不是都已经全套出现过了吗？哎，你正他们心里面的正主都已经出来了，那为什么小雨出现了，你反而是觉得有波动了呢？哎，我就很想问你，爱的是你宇宙吗？是不是哦？哎，你看这个逻辑就每次我就觉得他们有时候做事能不能有上点心哦？这个逻辑，哎，这逻辑就搞最后是小雨压轴。哎呀，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有点本事的话，有本事的话再就是给来个六耳猕猴来冒充你爸。对。真的有本事来个六耳猕猴，让你爸亲自带，然后让你阿爸跟他打擂台，他们我才是正主，然后那边说我才是正主，让你阿爸拿着身份证亮出来，是不是？六耳猕猴，真假猴王，不是那个设计的锅，
那个设计的锅，那个设计的锅它需要人背。之前的时候不是拖小雨下水了吗？妈的，原来我们小雨戏份这么重要的。对啊，你下次把路飞也安排上啊，好不好？就是让路飞带一下那个撒链，就是那个撒链这么贵，1000多块钱，那个撒链这么贵，你让就是那个银的嘛，那个海那个金鱼的那个什么925的项链，对啊，那个放在空气里面容易发黄，容易掉色的那个1000多的那个金鱼925项链。挂在我们路飞的这个脖子上面，黑板不是啊，是黑银相配，绝对的气质，对，绝对的气质。你拍的时候，那麻烦把那个举起来，对着他鸡鸡拍，对，对着我们路飞的鸡鸡拍。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橘子皮就哑口无言了，知道吗？你实在是觉得那个找一只法斗来拍的时候鸡鸡对不上的话，你大不了把橘子皮啊。把橘子皮的那个扒出来真路飞的那个鸡鸡，你把它抠下来，你披上去了，是吧？你把路飞的那个鸡鸡拍抠下来的时候拍，反正你都这么粗糙，是吧？反正都这么粗糙，哎，真的，你看，这真的是大妈从那个山间冒充你妈开始，就是从头到尾一点诚意都没有，一点诚意都没有。既然都这么敷衍了，那把我们路飞的那个鸡鸡也 P 一下，反正也这么敷衍了，是吧？把那鸡鸡也 P 了呗，反正都这么敷衍。对啊，对着那个假狗拍一下他的鸡鸡，然后抠一下路飞的鸡鸡，再 P 上去。对啊，有就是反正都这么敷衍的，你也敷衍一下我们呗，真的很敷衍。是不咯？反正都这么敷衍了哈，真的举着路飞，你看他什么茶叶店什么可乐都带货了，是不是？你那我们路飞是家庭里面是什么地位？好歹是爸妈亲生儿子是吧？好歹是你们爸妈的亲生儿子。我们路飞的地位啊，怎么地都是个大哥的地位，怎么可以不带货呢？是不是？怎么可以不带货呢？那路飞的这帮姐妹不认主，不就是因为他鸡鸡不对嘛？那既然都这么敷衍阿姆了，也敷衍一下橘子皮了，就把路飞的那个鸡鸡也劈了。那没办法，人家谢大妈也没有想到你们这辨别真假的那个路径这么奇葩，居然是靠鸡鸡来分辨那个狗的真假的。那我就说了，那下次既然那个逻辑漏洞已经找到了，是吧？逻辑漏洞找到了，你下次也敷衍一下橘子皮哦，把那个鸡鸡抠下来重新 P 哦。对啊，鸡鸡复鸡鸡。对啊，路飞对窗吼，鸡鸡复鸡鸡，路飞对窗吼。就是啊，不闻鸡入声，唯闻鸡鸡叹息。问鸡何所思？问鸡何所欲？路飞无所思，路飞无所欲。啊，这昨夜见山间。对啊，这大妈军团下是吧？大妈军团下。对啊，我觉得哎，真的，我觉得路飞值得一首《木兰诗》哎。是啊，你看东市买鞍鞯，西市买聘，买鞍鞯，买是吧？对啊，那个直接把傻帽给怼过去，哎，马上出文学大使。对，木兰诗绝对配得起我们那个路飞，怎么路飞？对，唯闻母叹息。不是东市买骏马，不，你那个骏马你要改成啊，东市买傻帽啊，西市买傻链。哎，对啊，就是现在大妈那一全身套一下来，是不是就差内裤了呀？就卖一下内裤了，你卖都卖了，能不能来一整套哦？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腰带皮带也卖一下呀？是不是皮带跟那个内裤也卖一下呀？对啊，这样子就可以看这样子就可以让那个假三间穿个内裤做一下模特的，就一看那个屁股就知道真假了呀。
对啊，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屁股也觉得他自己也觉得你妈那个屁股无与伦比，独一无二。鞋子有啊，买拖鞋吗？义乌10块钱两双的那种吗？买拖鞋吗？买拖鞋吗？好歹也好歹带了元素是吧？好歹带了 CP 粉的元素。你事不多，你的逻辑不就这样子吗？现在我是按照他的那逻辑来的。你整你看帽子也整了，衣服也整了，裤子整了没啊？哎，裤子整了没啊？裤子整了没啊？啊？裤子整了没有啊？赶紧回答我，裤子整了没？有裤子了没有啊？呀，人呢？有裤子了没？有啊。那现在就是腰带有吗？那个皮带有吗？那个内裤哎，真的大妈，内裤有嘞，内裤可以安排一下哎。有裤子是吧？那安排一下内裤哎，真的点我要点菜。啊，内裤跟袜子都有。有裙子啊？哪来的裙子啊？你妈穿裙子吗？要不要这么嗨呀、啊、T 字皮带也没有，内裤也没有。哎，发家致富之道耶，我要点菜。谢大妈，我要点菜。童装有是吧？童装有。这都行。那361是咱家正经正主，361是咱家正经主。你现在不会给大妈那里原逻辑吗？哎，我是真的很服气了，真的是。我有时候我在想，谢大妈，你要不给我点钱哦？你给我点钱，我帮你圆一下逻辑啊，好歹忽悠一下人了是吧？真的是，我无语死了，真的是那个假正主啊，什么都带完了，搞最后小雨压轴。哎，我跟你讲，要是这几天小雨没有带傻帽出来的话，我跟你讲，那些狱警姐是不是得直播道给我们观众道一下歉哦？天天在那传播焦虑情绪。对啊，是啊，要是过段时间小雨没有出来的时候，这些狱警姐是不是要给观众朋友们道个歉啊？那天天在那里传播焦虑情绪，咦？361的真的 CP 值超高，没有，是现在是所有的金主啊都往 CP 元素这边快凑，这块凑啊，那没办法啊，你们这边的那个商务数据好看啊，实在真的好看。哎，你们有一些商务数据是真的不好看，有一些商务数据是真的好看啊，看得出来你们的喜好的，知道吗？看得出来你们的喜好的。就是看得出来你们这边的消费群体是活人，知道吗？就是看得出来你们的消费群体是活人的，因为你们商务是有偏好的。有什么不行？有啊，那个什么茉莉花茶的这些都茉莉花茶也还可以，但是也不是说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喝是吧。那个叉叉叉，你之前说你妈也代言的那个叉叉叉，那个肯定不好啊。什么偏好？就是会就是懂得讨好的数据都很好哎，懂得讨好的。回力是第一个吃香的，回力是第一个吃香的，然后其他正主紧跟时事。对啊，紧跟时事。这主要是现在年纪大了，谁一天到晚的喝那个茉莉花茶呀？也不怕高血压吗？真的是，反正我是有钱，我也不会买啊，我有钱我也不会买，我是根据实际情况的，买回来谁喝啊？我不喝，是不是？茉莉花茶讲道理也味道也挺一般，然后喝着喝着我都怕我高血压是吧？年纪大了呀，
何必出蘑菇鞋？不喜欢那蘑菇不出了蘑菇鞋，就让那个蘑菇买啊，不还有呀？不还有什么猫啊这些东西，发财猫啊，不是有这些嘛？你不喜欢回力的话，就去买361啊，361舔着你们的。361直接跪舔的。对啊，你看像荣耀这么国民品牌的，你说到讲道理，你真的觉得荣耀不偏心吗？荣耀偏心的不行的好不好？而且荣耀真的很喜欢阴阳怪气。我跟你讲，最会做人的361跟 Hogan 最会做人的，然后 后面这些金主紧随其后。我跟你讲，361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你们，所以人家送商务的衣服给你爸的时候都是准备两套的。那个九牧师也是，九牧师也很醒目，九牧师也是送东西也是送两套的，而且牧师是后来加入的呀。人家一开始人家361就摆着在那里了，你九牧师是新加入的新兄弟啊。后梗也是啊，后梗送那个代言产品的时候也是两套啊。那个眼镜啊，木90，你就当我说九牧师了。对啊，你就当我在吼他了。口播说错了，他还没给我钱，我说错了，他也不会扣我钱呢、啊，是吧？他也没给我钱，他又不嫖，他又不白嫖，就是我现在给他做宣传呢，他还白嫖我嘞，说错了，说就是把他名字念错了又怎样？是不是？又没给我钱，给我钱的时候就扣我口播费，哎，可惜一分钱没有。我就没买，但是那个361一开始的目标就瞄准的就是你们呐、啊。你们不天天去祸害人家家主播吗？不天天去祸害人家主播，361一开始的瞄准的市场群体瞄的就是橘子皮啊。所以啊，它不管是什么元素也好，而且文案也好，基本上是你361那边的好多的一些广告营销文案类型的时候，基本上是你爸这边来决定的。你爸这边决定，你爸的参与度很高。然后人家开始送东西的时候是默默的，都是送两份的，人家会做人，懂吗？人家很会做人的，人家是一开始送东西都是两份。然后后梗也是啊，送东西也是送两份，就他的鞋还挺贵的嘞，就是还他的鞋还挺贵的耶，这对啊，后梗的那个鞋还挺贵的。所以啊，如果说以后你妈回来了以后，你看突然间看到他穿后梗的鞋是很正常的哦。因为现在本身就在穿后梗的鞋跟浪翻，你妈有点喜欢穿浪翻的衣服跟鞋子，但是现在鞋子也会换了，现在鞋子反而是穿后梗的多。就361也有鞋，但是因为后梗在那个后梗已经在了，但是所以361那边没有送鞋，人家361也没有自取其辱，好不好？人家也没自取其辱，人家只是送衣服，但是你爸妈就很喜欢啊，因为是诡计嘛。你妈没代言之前，她就很喜欢浪翻啊。你妈没代言人家浪翻之前，人家浪翻又干嘛了呀？就正常解约是不是？为什么还穿浪翻？那难不成以前送了这么多浪翻的时候，他就因为跟出了事跟人家浪翻这边那个解合同了，然后就把那衣服全丢了吗？也不便宜啊，傻不傻？是不是？你总不能是跟人家浪翻那边解约合同了以后，以前送了这么多衣服，难道你全部送垃圾桶去吗？傻不傻？然后浪翻现在肯定不送了呀，那现在又跟你没合作，你送什么？对呀、啊，你做个正常人咯，是不是？不是听说还在送？你看送谁咯？现在都蛮少穿的，现在蛮少穿的。你妈现在的钟爱是361。
哎，我可能说你妈尺码的时候又被抬了，真的。我你之前的时候不是有人在吵说40码，说的40码的鞋，然后被抬什么的吗？我其实我之前有讲过，你妈好像真的是40码的鞋。我不会会不会也被打死？说我说什么说什么受腐癌啊，什么东西七七八八的？SFW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很想问 SFW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拼半天拼不懂，我拼半天拼不懂。不是那个鞋子稍稍大码一点的话，40就可以了。对啊，我说我很想问，为什么说之前说40码的时候就一定要跟什么 ASFW 要那个靠近呢？我记得我之前有说过，我说你的码，你妈的脚有点小啊。然后后面我听说那段时间有人说他脚40码的时候一直挨骂，好像我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有说过，哎，好像没骂我哦，好像没骂我，哎。没有，是39跟40码的鞋。如果说那个鞋很宽的话，38码也可以勉强穿的，明白吗？他的脚是有点小的，39跟40的码，他平时穿的时候是40码的，穿40码，这就他一般正常来讲的话，那个鞋就有点，如果说是均码型啊，均码型就是39。骨架子小啊。哦，汉斯说你妈是42啊，哦，那把我赶紧把我给抬了哈，赶紧骂来骂我，反正就已经正常了，真40，39。等一下等一下啊，接个电话。